风卷尘沙起。何仁东这两天摊上事了，看谁不经营。数英雄有四方，人间这怎么回事呢？他就说了一句啊，台湾省。哎，这不正常吗？本来就台湾省吗？台湾是咱们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结果台湾那些是四幺四五零是什么玩意儿就不知道了，咔咔给他一顿抨击，看呢。支持何润东啊，在咱们中国大陆发展那个煤矿本，本来就是台湾省嘛，再正常不过呢。那怎么抨击他的人干啥呀？搞国家分裂呀？啥意思啊？幺四五零的，对不对？都是那些崇洋媚外的人。假如说台湾的人如果都这样吧，不用有顾虑了，远程火箭炮、巡航导弹一定咔咔咔全完事儿。之所以这么多年就是给台湾同胞念的，不想打他们，咱们尽最大努力和平统一，对不对？但不代表咱们没有能力拿下。如果这些人都是这样的话啊，假设啊，那就不用顾虑了，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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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第二天就能办身份证了。卷尘沙起，云花雨落地。